各位观众，今天开始一个新的节目，叫做英语一分钟，教大家如何在一分钟之内做一个最地道的英国人。由于坐车的关系，我们有很长时间，不过一分钟就够了。我想老婆已经示范了，在人打乞嗤的时候要讲 Bless you， 即是祝福你的意思。不过呢，更加令到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地道人的地道英国人呢，最重要是懂一个字叫 lovely。你在所有乜 Q 嘢都加个 lovely， 你就好地道啦。This coffee is lovely. The weather is lovely. It's lovely, my dear. 好啦，大家记住佢啦，我哋听日再见，拜拜。